我们在美国有一个好的家园是很重要的，大家都买了一个房子很漂亮，不过要去保养这个房子就很重要了。那有时候你会需要有好的建筑商啦，或者是帮你修东西的人。那我有过不好的经验，那我目前跟一个公司叫做 OP， 他的老板叫 OP， 公司是 Allied Restoration， 我跟他做的话我非常高兴，我也愿意推荐给大家，谢谢。